嘿嘿，来了，兄弟们啊！一日三餐没烦恼，今天就吃老八秘制小汉堡，既实惠还管饱。馒头、腐乳，一觉醒来五点半，睁眼闭眼得吃饭。虽然长得不好看，里面装的是米饭、白菜。如果感觉口味淡，白菜往里放点，这么一拌，拌一拌，熬的给兄弟们糟蹋就完了。都说汉堡吃不饱，就怪配料没放好，就是这个味。汉堡不分大小，就看你配料怎么搞。臭卤虾，往里倒点臭卤虾，加柠檬。你看这汉堡做的行不行？只有你们想不到的，没有老爸做不到的。往里倒点美汁汁。都说这东西它很辣，到我嘴里我不怕。祝大家2020心想事成，万事都如意，奥利给兄弟们糟蹋就完了。 Danny I love you。